为什么中间还有那么恩爱的远一点跑啊！我懂了，懂了去吧，懂了，终于可以缓缓了。不对啊，怎么才两颗星啊？一个还没结束啊！对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才两颗星啊？不来啊！不是，突出来啊！可以，突然突破，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就被打飞了啊！队长，反正你这看到我们打架，我会第一棒犯罪吧？哇，这个简简单单是吧？这个潇洒不是摆烂，那是我自信的状态。牛马，感觉就是我们都会的，就要出点这样的题吗？这个我跟你们说，有难度。你 OK 了吗？好，我来了啊。好，看好啊。好，看看我什么动作啊。好，来。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但是这个动作太难了，感觉对很难。但是你再来，你再来，但是你肯定感觉是这么说，肯定能心领神会，真的心领神会吧？交给我了，我已经感觉有点放弃了。我也来了，来，我相信你。撞到脑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我觉得我可能懂不了。他们好自信，我好不自信，好害怕。来吧，然后等一下，让我想一想。也不知道你懂了吗？怎么还有人说我是黑洞的？我好怕呀！听到你重新的反应，然后就再来一遍。又不是哦，怎么回事？还没有很好像，好像有这个样子，这个，还有这样，陶晶晶，你来吧，陶晶晶，你懂了吗？你懂了吗？不懂吗？你怎么可能不懂？我好像懂了。你懂了啊？你懂就行了，你懂就行。我好像懂了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我先模仿一下吧。总之，对，你先模仿一下吧。对的，对。啊！不是那个是啥呀？加油！开始了，已经别把腰扭了。完了，我好像出了。别跟我说他把腰扭了，我说别把腰扭了，我扭了，这个是精细啊，这个。哇，嘿，哎呦呦，哇，没站稳，这还有，好难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哎呦，喂，喂，哎呦，我反了，我也反了，哎呦，突然就不想跳了。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版本的东西。打太极，又蹦，哇，看见有个人在摆，我在摆，谁在摆啊？谁在摆？肯定不是我，我反正没有分。哇，这个肯定很累吧？哇，不行了。哇，不行了，这边怎么样？尽力了。哇，这个，这酷炫的。太专业了。完了，虽然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，但是我感受到了，好吧。好妖娆。这个挺简单的感觉，怎么还有啊？那我拉，我要还要拉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
说的响一点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到。就我们就是，我们不说，我们说关键词，我们就隐隐约约。好，我们算走了。哎，朱启刚，等，朱启刚。我能不能按电梯把你按下来？我觉得我们以后说这种偷机的，不是？叶工听到是我声音，楼上的阿姨在炒菜，你能听到吗？叶工，我这样不太好吧？完了，叶工听不到，他在哪里看不到？怎么办？我还按不到电梯按钮，这个身体真是不方便。喂 ，Hello， 我们来看一下十个词语有哪十个？我们以后想偷机不能说出来，我发现了，我们糟了，被发现了，糟了，来吧，不是阿姨，你听我解释，阿姨。我们这个在干嘛？是这样，我是住楼下的，对，电梯坏了。哦，楼上是吧？对，来看一下，又回来了啊！下一个题，我记得好像是桃园三结义录节目啊。对，我来演桃树，我演关公像。不是啊，关公像谁吃了吗？桃园为什么那个结义的时候都要拜关公像？电梯这样了，那感觉很简单。这是一个 ，Hello， 这么快吗？这是一个回来了，五个字的一个什么东西？俗语或者是一个典故啊，是五个字啊，五个字的典故，一下就升级了。3、2、1，五个字的典故，1、2、3、4，我想想啊，五个字的典故，猜出来了吗？猜出来了吗？已经演完了。是的，对，演完了。对，很明显了。为什么要蹲着呢？你们站起来也可以演的。这样你们就是五个字的典故。你们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嘛，就是能懂吗？你们要。哦，对吧？你们肯定要交流啊，你们不能就是也这么酷。我们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来来来，我知道了，你说，我知道了，你说，三打白骨精，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，我是白骨精吗？我是三吗？你是给你提示一下吧，我是一棵树。你们三个来点个人出演的部分，对对对，你们来一个就是单个英雄简介啊。好，你先。你在跳什么？哎，算了吧，这是好了，看得很清楚，但是看得太清楚了。好了，什么呀？啊，我对也看不懂。你们三个再从头到尾来一遍，快快快，最后一遍，好吧？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桃园三结义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有下是什么呀？我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不正确呀？不要互相埋怨了呀！算了，我有锅，对不起呀，叶哥，对不起，叶哥，对不起，我要把你做错事。不只要担心的是月光，还有我们自己啊！所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？因为听说会有惩罚，我们跑吧，不会也被关到回家吧？直接跑吧，要不跑吧？把这现在的惩罚都很重了，快跑！飞起来了！我跑！我跑！我跑！终于啊！我跑到底啊！终于啊！我们飞起来了！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等不了了，叶哥，怎么了？叶哥，叶哥，怎么了？我们来陪你了，叶哥。为什么只有嘴巴能动了？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叶哥的视角，看起来我们是如此的悲惨。你就像被人摸的狗狗，你们像那个忠犬八公，你即使是变成手段，也是那个姿势啊。我就可以变成忠犬八公。是的，对不起大家，今天不但没有救出叶哥，还把自己都变成了手办。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给大家直播。对的，对，还会再见吧？不知道，也许还会再见吧。不操啊！再见。不会要一起被塞到那个电梯里吧？啊，难过。No, 其实电梯里还好吧。好多人在一起都不一样。那我们。
们这个算不算是正式的解救了叶公呢？对啊，我们肯定解救了呀。是啊，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励呢？吗对他。叶公，那他应该，叶公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可以出来的？这电梯是对啊，快自己走出来吧，可以了吧？你可以动了吗？可以了吧？能出来吗？可以出来吗？你是不是已经习惯在里面生活了？你在里面认识，好像我好像麻了。哎、我们现在已经麻了，哎、我们不会被骗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是扫地机器人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不对，怎么这么大呀？这大圆小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大？对，把我的同款手办送给你。这太大了吧？我觉得为什么比我大两倍啊？怎么回事？好帅啊！这个感觉，这个可以和他对，这个构图，这构图感觉可以。我们合个影，合个影，合个影，蹲下来。哎，有没有摆个 pose？ 有没有？现在直播间。那我们这个叫什么？我们第一届营救叶公大什么大神？成功！好